身高180，总喜欢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对着镜头自拍。最近一位90后小鲜肉在微博走红，因为他长得简直就是杨幂和贾乃亮的混合体。据悉，该小鲜肉名叫王小俊，擅长主持、卖萌和表演，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，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，学了4年的流行演唱。2011年曾参加综艺节目《非常优等生》，2012年1月加入组合 Fighty 决胜团，2012年5月组合推出首支单曲《幸福瞬间》，曾担任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十佳歌手大赛表演嘉宾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，那就是活在二次元的漫画男孩，时常脱线的发点。